我有一个朋友，喜欢他哥哥的朋友，后来他就放弃了。但是最近他们又遇见了。方志，感觉你对我有意见啊，小朋友。不喜欢你叫我小朋友，我已经成年了。你这个朋友他在纠结什么？他在纠结那个哥哥抓紧了，是不是一直都只是把他当妹妹。看看我像不像你说的那个中央空调，喜欢吗？之前不都是说是妹妹吗？还真把我当你哥了。那你帮我暖暖，我们不太适合。现在确实不太适合，毕竟也没个名分。所以我想问你个问题，我能追你吗？诡计多端的老男人。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，你可别想耍我。段嘉许。